哈喽，大家好，今天呢带大家来看一个位于 West End 的公寓项目。这个项目呢距离布里斯班州立中学仅500米的距离，大概也就是步行5分钟。那我们呢现在在这个项目的一个展示间，这个项目呢都是3房的户型，我们这个展示间就已经就是完全实际的展示了未来这个项目建成以后的一个样子。这里是厨房的一个展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厨房的设计是充满了设计感跟一些小的细节的。这个台面使用的是意大利的大理石台面，那在每一个厨房旁边呢，都是配备一个 mini bar 的，包括这个小的酒柜都是包含在内的。如果大家不想用的时候呢，为了整洁，可以把这个柜子拉上。冰箱呢是嵌入式的。所以整个厨房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整洁。很特别的是这个炉具，它的炉具是采用了气和电2种模式。微波炉和烤箱也都是嵌入式的。还有非常贴心的是这个垃圾桶，内嵌式的垃圾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个外观。项目呢，一共是7层楼高，每一个户型都是跨越2层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复式户型。这个项目呢，一共是36套。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户型。我们可以看到1楼呢是厨房和客厅，外面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阳台，阳台外面有烧烤炉。那么2楼呢是3间卧室，卧室的中间还有一个大家休闲娱乐的小客厅。屋顶设有业主休闲区，包括游泳池、烧烤区等。项目中还有少量3层户型，该户型的业主拥有自己的空中花园和小泳池，妥妥的空中别墅。